号的冲浪日记啊，那一天特别特别热，特别特别热，然后所以就买了，不想穿那个 white suit， 就买了一件这种长袖的这种不是紧身保暖的这种衣服啊，就是主要是防晒嘛。没想到穿的一下去就被冻的，哇，被冻的赶紧往回跑，然后马上换回那个 white suit， 才下去才感觉舒服。加州西海岸，这整个西海岸的这个水真的是太冷了，就是大夏天、大热天都是啊，那么冷了。所以的话，如果大家想要冲浪，刚刚来不太懂的话，那就可以啊了解一下，去买一个那个 white suit。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我也可以到时候介绍一下我的一些简单的装备。其实冲浪来说呢，是一个。真的是就是投资比较小的一个运动，而且也是比较有意思，既安全又那个有点刺激那种运动。今天的那个浪啊，还有水温啊，各方面都特别好，然后就是我觉得是我最近就是这么久以来冲的最好的一次，那个呼啸冲的也是蛮好的，所以现在先给大家看几个冲的比较好、冲的比较久的画面给大家先看一下。双飞的画面啊，看，都一起起来，哎，掉了，我们来一起，这两个水平差不多，太搞笑了。接下来就给大家再展示几个失败的几个被那个拍得很惨的，你看这个起得就太晚了，那个浪虽然不大，但是结果还是拍下来了，然后那个就拍死在那个浪花里面，这个也是就是还是太晚了，你知道吗？就应该在已经到了浪已经形碎掉了，变成浪花了。在你看，像你看后面这个时候，第一应该上来，应该等到我这已经晚了，太晚了。